我上一次来高雄是什么时候？其实我有一点点忘记了。所以其实我已经啊，什么什么？好，总之我应该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来高雄了。所以今天大家是不是有做我的牌子呀？可以借我看吗？好多哦，谢谢你们。那会不会我等一下一下台牌子翻过来就换成雨薇？没有啦，因为今天知道跟雨薇唱同一个活动，也就是今天是最主要这个活动的主旨。我个人非常非常的觉得就是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。地球放轻松其实就是想要跟大家说要节能减碳哦。你们有没有平常在做这些事情？真的有齁，真的有齁。好，那今天呢很开心这么多的人来现场看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。除了当然要跟大家一起节能减碳之外，我继续的带来轻快的歌曲给大家，可以吗？对，我有看到灯牌，就是那个眼镜的部分，有没有人戴黑框眼镜？谁有戴黑框眼镜？那你们会唱吗？那我们一起大声讲出这首歌的歌名好不好？预备，黑框眼镜，耶，好。